嗨，大家好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一次音乐会弹的曲目。第一个是德布西的《印象》第二集。《印象》第二集比较特别的是，德布西在这里他使用了三行谱来记谱，那跟一般的高音谱记号跟低音谱记号不太一样，它可能会是高音谱记号、低音谱记号，然后再一个低音谱记号，或是两个高音谱记号、一个低音谱记号。不论是在视觉或是听觉上，皆使音乐更加宽广且绵延不绝。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其实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小型的室内乐。那在乐曲中呢，你可以听到无声音阶、全音音阶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像是钟声，或甚至是水声，或者是风声等等的，那也增添不少的东方色彩。11月26日星期日晚上，在雅卓艺术，欢迎大家来听猛摇弹钢琴，拜拜。